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康瑞台风最接近台湾，并且会为我们带来强风豪雨，提醒大家一定要严加戒备。目前康瑞台风的中心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130公里的海面上，它今天上午的移动速度较为快速，所以说呢，预估在今天下午左右到中午左右到下午就会有可能登陆到台湾的花东这一带的陆地。那随着它的中心逐渐进入到陆地上之后呢，它也会逐渐的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移动的速度虽然略微的减慢，但是预估在今天晚间左右就会逐渐的离开台湾陆地。而随着它离开陆地之后逐渐的北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早上八点就会位置落在马祖的近海，大约会在明天的上午左右整个暴风圈有机会脱离台湾的陆地，而到了明天的晚间进一步的可能有机会脱离马祖的这个范围。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在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它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会带来比较显著的风以及雨，尤其在今天白天都要特别留意，随着它的近中心的强风逐渐靠近到台湾之后，都会有局部的地方出现破坏性的强风，以及目前在迎风面的降雨也都相当的明显。而至于在强风上面呢，其实各个离岛以及我们的内陆呢，可能会有这种偏向内陆9到10级，离岛11，沿海离岛11级以上。那台风附近的强风呢，也都要特别留意，所以大家也要小心，可能在外面会有一些吹落的物品或者是招牌掉落的情形，非必要请避免外出，行车用路也要多加的注意安全。